师您好。刘老师您好。啊，乐老师，我听说您学外语学了好几门了。是的。所以今天想要跟您请教一下外语学习的最佳途径，您觉得是什么？因为我学过很多外语，而且在很多不同的情况下，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有语言环境的时候效果比较好。哦，那您的意思是说，如果要学中文的话呢，最好是去中国，去北京；要学法语就去法国。对，那就是我的意思。你觉得呢？我觉得您说的有道理。那同时的话呢，我也觉得学习外语的时候，这个学习的目标明确，这一点呢也很重要。你的意思是不是如果不在学校里，不在课堂里学，那就学不好吗？我恐怕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看每个人的话呢，学习外语都有不同的目的。比如说有的人是为了工作，有的人呢是纯粹是为了乐趣，为了好玩，还有的人呢是为了生存。所以你的意思是目标不一样，那学习方法可能也不一样。对，就是说学习的目的不同，学习的方法就不一样。好，明白了。好，谢谢您。好。